勇闯新宅门，刘子谦赌城 1.5 亿豪宅曝光，嫌房子太大，吹波等会开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子谦，你们猜一下我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赌城拉斯维加斯。好，跟着刘子谦走吧 ，Go！ 好笑。哎呦，苹果勇闯新宅门，不惜重金特地献上海外版哦！今天就是要带各位来瞧瞧刘子谦位在拉斯维加斯近郊的豪宅，赶紧进屋看看里头是啥模样。第一个看到的东西就是一台钢琴，这个是我父亲买的钢琴，他很喜欢弹钢琴。哎，其实他也遗传了不错的琴艺哦。除了弹琴，他还有别的要秀。其实我想要让大家知道的是，我不是只是会唱一首歌，念你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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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猜得出来这个是什么歌吗？没错，这个就是美国的国歌《欢迎到美国》。弹琴唱歌这么有自信，但一问起为什么买这房子，他倒是赶紧call out妈妈真真求救。他有时候喜欢小赌赌嘛，小玩玩的，他希望能够住的比较经济，将来可以到那里养老啊这样子。哎，接下来介绍房子，他可得自己来了吧 ？OK， 这里是厨房，这个是水龙头，不常来水，冰箱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这个是第一层楼的第二个客房，然后这个是我小时候的照片。好可爱，几岁的时候？这个刚刚出生几个月吧。还不到一岁。右边这个是我爸带我去那个，应该算是游乐园吧。对，然后他们有那个拍照的。这个照片不看则已，一看才发现到处都有他和老爸老妈的经典照。你看看他小时候多可爱呀，中学时代呢很不一样，而现在的他，所以我发觉家大不是一件好事情，觉得非常的不方便。跑上跑下的都有一点喘不过来了。大成这样是想吓唬谁？那我们往外一边瞧瞧。这里是后院，然后这是我的游泳池，后边这里就是可以打高尔夫球，但是我不会打高尔夫球，所以。最后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因为很久很长时间没回来，所以那些开关我都忘了在哪里，所以不好意思，我先去找一找看哈。这个灯怎么关？苹果娱乐新闻：房子大到找不到电灯开关，好羡慕哦！报道：勇闯新宅门，刘子谦 2.5 亿豪宅藏密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到我的家。这回勇闯新宅门，把场景拉到刘子谦位在香港西贡清水湾的豪宅啊！这坪数高达220平，房价约2.5亿元，是邵氏集团创办人邵逸夫夫人方逸华借给他们居住的，足见两家人交情。刘子谦进入豪宅，第一个先介绍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上班。结果先介绍了妈珍珍。你要把这个喝掉。哪个喝掉？这个喝掉，把你那个戒指。什么我的戒指啊，我的朋友。对啊。这个是什么枝啊？这个什么枝啊？他那个我知道我妈护嗓，屁股上面长两个戒指，痛的他、这个一直不肯吃药嘛，昨天才去配的药。好，谢谢你，你可以请回来，谢谢。哈哈哈！所谓戒指就是毛囊炎啦。台语叫什么？叫丁啊。你也知道，其实我每一次忙的时候就会长这个东西，这个钉子长得刚刚好，就是要一坐下来就会碰到那个钉子那个地方，所以我自己想一下也是对，这个要以后要做一个好人。What？ 这话题怎么从豪宅变成钉啊？哦，再从钉啊转到一个好人哦，赶快转为正题吧。老师滴着泪的心告诉我。
有没有发觉我坐的是坐半个屁股，半个屁股露在外面，好痛啊！在爸爸面前弹琴的感觉，爸爸的爸爸面照片。哎，我刚刚没注意到，吓死了。可以调节一下身心嘛，心情不好的时候用。也不会了，不会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就变成丁啊丁，对，拍也拍不到了。我父亲的这个审美观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特别，那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拿这个金色的漆把他的头发画成金漆上去，对对对，然后在这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我的房间吗？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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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这个就是我的房间，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。我的房间呢，同时它是，哎呦，小心小心！虾米啊，又出状况啦！我们的家已经要垮下来。它是怎么掉下来的？我要看一看。刚刚是，哎，对。还是我来介绍好了。他不爱住房间，都嘛睡沙发，只是近几年都住在台湾，这间豪宅年久失修，鼻癌的情况超严重的。那这客厅摆设也都是爸爸一手打理吗？哎，没错，是的。他有没有跟你提到说是想用什么样的风格来呈现？没有，我爸爸做事情他是比较这个有自信的，他自己他不太会问我们的这个意见。又因为豪宅平常没人住，曾经遭窃，损失超过1.93亿元，之后才加装了监视器。除了加强这个保全呢，我们也把这个重贵的东西也都搬走了，所以我得先跟这些哥们儿，报告一下，你们要来的话就可以省这个力气了，不用来了。哎，这又是什么门？你打开，我开了。你想吓死谁呀？这个神秘的小房间到底是做什么用的？以前是录音室，那现在我也不清楚是。哎，啊，锁起来了。哎 ，David， 我密码。OK 啊 ，There we go。哎，那个哇，金库是谁？不是金库，哇。也有洞天啊，只是太久没人进出，这潮湿地有够严重，真的有鬼屋的感觉啊！差点忘了豪宅里还有别的房客哦。这是他的两岁爱犬 Mantle， 还记得2年前他是长这样，哦，一瞬间变大好多。来，我们去找啊，去吧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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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握手哎，你这样真的很不方便哦，那个屁股感觉上好像要调姿势。没关系，年轻，吃点苦是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那这张呢，就是要给的主张，上面写顶啊，顶啊，六字签顶啊。苹果的 online。刘家昌8000万豪宅德莱素为尔打造台北窝，这间拥有360度全景的房子是鬼才刘家昌与珍珍夫妇买给儿子刘子谦的台北新家，相中的就是这片一览无遗的山河美景。有考试，花钱买不到的。我在高速公路经过一看，他4天都不能盖房子，我就看到这一点，我好像上去就是15分钟或5分钟，我就塌了，我就走了。造访之前，刘家昌不在台湾，由太太出面导览。子谦，你介绍一下你的工作。大家好。
他做的新的歌，有这么棒的 view， 创作起来想必特别有 feel 吧。但是当初怎么会想帮儿子买在台北呢？对，你那时候租房子都6万多块钱，再加上停车位1万多，那就等于7、8万。那我买一个贷款，用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帮你帮你付掉的。刘家昌装潢房子跟他创作音乐一样快很准，这组地中海风格吊灯还是他亲自加工过，喷成黑漆。我装修了太多房子了，太多酒店了，少说有2000间吧。原来我要往整个的家那个2个小时吧，全部家具挑好，而且一样不多，一样不少。你访问这个时间，我已经可以把那个房子装完了。装潢都是我那个刘先生的特权，别人都不能碰，不能问，不能做。我有的时候高兴看了喜欢一个烟灰缸，我要买进来了，他可以数落你一辈子。这么严重啊？问问导演怎么说？他说他现在都是依照你的想法去。他自己根本没有想法，挑一个门的本领都没有的。我没有说我有本领啊。我都是说你装的啊，你冲我干嘛？你参加意见就不要访问我了吗？我没有参加意见，就是因为没有参加意见，所以说要访问你嘛。我们都不懂事。东新闻记者想先告退报道。